商业之神的职责，可不包括扮演圣诞老人。但愿赌服输是我的契约精神。由信仰凝结的心，点亮圣诞之夜。我原以为在利益至上的时代，童话早已失去了光彩。烟火散在雪地，温暖就是世界的底色。偶尔也做些派送礼物的亏本买卖。